好乱哦！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请把双手借给陈立豪，左手、右手，大声的为我鼓掌。哎，各位，不高兴陈立豪的，千万不要转台哦，盯着看就好，盯着看就好。各位，你看我的电视节目哈，真的，全国大概只有陈立豪的节目可以用真正实战经验。我的节目啊，真的是实战经验，我可以用手机验证给你看，全部给你看，而且各位，时间、日期我都不会造假作弊，各位帮我再次的鼓鼓掌，各位准到吓死你，各位你知道我在股市35年了，我经过大风大浪，我看的太多了，各位唯一一个没有办法骗到陈立豪的人是。三大法人跟主力大户没有办法骗过我的法眼，你一定不相信。各位，我今天的会员，很多的会员真的非常的高兴。各位，真的，我的会员一直跟我讲，老师，我现在才真的知道赚大钱是什么滋味。老师，我跟到这么多的老师，你是我看过一个真的，长得也帅，对不对？做股票又认真，而且带进带出，真的，而且让我们真的每天都有赚大钱的机会。如果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还不是我的会员，你可能看到，可能只有两种反应啊，一个嗤之以鼻了，啊，怎么可能啊，都给你们赚就好啦，啊，另外一个，马上转台，认为我在造假作弊。但是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陈立豪跟你讲，你如果真的不想看陈立豪的电视节目，那一定是你的损失啊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会员啊，真的包含现在很多人都已经长智慧了，知道吗？长智慧的人一定会选择陈立豪，因为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各位来，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我出东哥，有没有？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我出东哥？各位，7月26号哦，注意哦，7月26号哦，我是7月14号买回东哥，我昨天赚64块出场的。各位注意看，我在7月12号买东哥，7月12号知道吗？7月12号买东哥，买到了。各位，昨天7月26号我出东哥，我涨停板我全出了，我全出哦。我告诉我的会员哦。我说，我告诉我的会员说，全出全出都不要留。我的会员还有问我说，老师，啊，那明天涨停板明天再涨怎么办？我说明天再涨给别人赚，我们赚这样就够了。对，昨天两个字，7月26号，各位来跟我念一遍，会员注意，7月12号我们建议的8478东哥。580-585买进的会员，今天攻涨停，请会员全部，什么叫全部？全部获利出场，保留资金。各位，昨天早上9:18，各位昨天哦，全部出光了。你看东哥，各位今天杀到跌停板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是谁？股市一流的老师，股市一流的老师。所以各位，你如果因为我讲话的方式不喜欢陈立豪，那绝对是你的大损失啊！但是很多人很喜欢陈立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通通不会，我只会实实在在的带你做股票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7月26号，各位，7月14号、7月12号买回了东哥，哦，各位，
真的。哎，我是7月12号买，这是昨天打错，不过没关系啦，重点是我有买了，重点我们买回的啦，知道吗？各位，7月12号买回东哥，知道吗？各位，昨天7月26号会员注意，7月12号我们买回的东哥580到585买进的，全部在昨天涨停板全部获利出场，保留资金。所以各位，我昨天赚64块呢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64万，100张640万，全部入袋为安了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出？各位，你看今天打到跌停板，各位看到没？我出掉之后就打到跌停板了，我出掉之后打到今天跌停板585，你看我厉不厉害？那各位，那是不是跟我之前所做的智源、所做的高利是一样的道理？我叫你买你就买，叫你出你就出，有没有？你看各位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当初7月24号我的策标讲什么？当初四星高利智源再创历史新高，你有吗？我们当初不是7月18号买智源，各位，7月18号买智源，我都买到，我不会造假作弊哦。7月18号买智源，买什么？买310到315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买啊？各位，我是不是跟你讲了，我们成交平均都成交到312呢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因为成交量34000多张，对不对？要多少有多少，勇气霸气行动力。好，各位来，我7月24号是不是带出？我7月24号是不是带出？是不是赚了93块带出？是不是赚了93块带出？我电视上不是跟你讲赚了93块吗？啊，各位啊，我带出之后我要跟你讲什么？放空啊，你看7月24号放空智源啊，你看放空智源，各位到今天为止，到今天为止，各位我今天310块回补，你相不相信？各位放空90块，放空也赚90块，这是真的。各位放空90块赚了90块，各位看一下今天好不好？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讲什么？我说我放空，各位回补反买的时候我很清楚，我今天就买了，我今天就买回了。你不相信哦？你看各位，今天7月27号今天两个字，各位跟我念一遍，会员注意，早上9点26分哦，9点26分哦，会员注意，3037的智源306到310，赶快买进，赶快买进。各位赶快买进是什么意思？赶快试驾就买啊。结果各位一笔1053张，刚好打到310，全部成交，全部成交。你不相信哦？等一下我拿手机可以滑的给你看哦。所以各位你看，我跟你讲我去放空，放空7月24号放空，各位赚90块呢，赚了90块之后，各位今天马上叫买回，你看今天马上叫买回，9点26分，各位你看一下3035，你看3035，你看有没有第一笔这边就成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9点28分讲，我是9点26分，9点26分讲，知道吗？各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9点32分，9点32分打到哪里？打到310。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准到吓死人了，真的。我如果有造假作弊退出股市，我的会员都不会原谅我，真的。我是谁？人家我的会员说，老师给你一个外号好不好？叫臭屁豪。臭屁听了吗？臭屁。我欣然接受，我真的欣然接受，因为臭屁豪，我的会员会给我叫臭屁豪，代表我真的很屌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我们要的不是志气，我们要的不是生气。全国的观众，你在电视机面前如果看到我这么看到我带会员这样做股票，你在生气，那跟没关系，你可以不要看我的电视节目，没有关系啊。但是你一直看着我电视节目的人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有眼光，你会赚翻的，真的。所以各位你看收盘，今天我们买在310呢，买在310，9点26分，回去查一查，9点26分，9点26分再讲。各位收盘买到了，买到之后收盘收331，厉害，只有厉害两个字而已，没有其他的。
当初3月29号我跟你讲 AI， 我们买在188到191，4月24号还告诉我的会员加码买进，结果飙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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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403 400块全出了，放空又赚90块，今天反买又赚20块。事实如此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。就像我昨天，你看我出东哥，今天马上打跌停，你看，看今天马上打跌停给你看。如果我跟你讲，有些我的会员有去放空，你相信吗？老师啊，怎么可能？别人不可能啦，我陈立豪一定可能啦，因为我以前喜欢来回做价差，各位当冲也一把照，短线也一把照，各位事实如此啊，各位对不对？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各位技嘉我们不是也出了吗？你看，哎，我给你看一只股票，真的，我很厉害，你看，哎，各位7月25号，好、哦，你记不记得我们7月14号是买进技嘉嘛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是不是我是不是在哎，是不是7月14号买进，在7月25号出380，有没有？各位你看技嘉，注意哦，注意看哦。2376，各位看技嘉哦，来，这档股票在昨天我是不是出了很漂亮？哎，前那个7月24号，是不是出了很漂亮？哎，各位，我出掉了，出掉380哦，出掉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打下来？有啊，打到哪里？打到昨天不是打到这里吗？哎，打到昨天不是打到330块吗？对，是不是打到330块？各位，你相不相信我昨天去买，今天逢高又出了，老师真的还是假的？我造假作弊退出股市啊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各位你看一下昨天，昨天我买什么？各位注意看啊、哦，哎，昨天买回智远，看有没有技嘉，有没有2376，我打错了，335附近也买回，有没有？也买回，昨天哦。好，各位买到之后今天全出了，今天出了，而且早上就出了，而且赚钱出的哦，赚钱出哦，你看，你看到今天，各位你看我今天怎么带出的，今天一大早，各位你看，你看各位早上几点？早上9点07分，会员注意2376的再次330到333，昨天买进的有没有？是对我们有信心的人，恭喜你们，现在345到350只要有赚钱全部可以获利出场，早上9点07分。哎，各位你看了，哎，出到最高价，真的出光了，收盘又打下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各位你知道盘中4.5小时多重要吗？哎，各位我昨天尾盘我不是跟你讲买回四星 KY， 哎，我四星 KY 又赚65块呢。哎，各位你看真的有够强的，你看，哎，各位昨天有没有？你看昨天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昨天，昨天两个字，哎，昨天，各位昨天我们不是买那个四星吗？有没有？尾盘不是买四星吗？2140到2160有没有？是不是昨天买的？是不是昨天买的？啊，各位昨天买之后，今天有没有出？带出了，一大早就带出。你看，各位我不会骗人，不会造假。各位要来到今天两个字，各位看。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，2140到2160有买的人，在2220以上，只要获利，全部自行获利出场。早上九点就在通知了，各位你看，各位注意看了，哎，昨天买的哦，买到之后开盘开2200，最高2225全出了，而且我是九点就讲，我是早上九点就带会员出了，看到没有？九点就出了，各位你看，9点5分、9点7分来到最高2225，全部成交。哎，我全部成交呢，昨天买今天出又赚65块，我的车标上所打的日期都给你看，哎，价钱都给你看，各位厉不厉害？真的啦，我真的很厉害，而且是一流的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全国的观众，当你们在电视机前面看到我们在赚钱的时候，你作何感想？你作何感想？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要嘛就干东干西的，怎么可能？那我扣了一个歹机，对不对？干东干西啊，各位，这是一般人一般散户的心态，真的。
你如果是真的看到人家不爽在赚钱，你是散户的心态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辈子你就是赚不到钱，因为你没有正能量。我从头到尾都在验证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投资人从别的投顾转到利豪这边吗？因为他们真正已经体会到，真的感悟到了，只要在股市赚钱都好，黑猫白猫，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，而且不能造假，不能作弊，不能欺骗，不能吹牛。我从头到尾都用手机验证，各位来，我让你看一看我今天做什么动作。你看我今天的就好，各位，这是今天7月27号我印出来给你看，各位，我昨天去买，昨天不是给你印证了吗？昨天去买四星嘛，今天早上9点就传了嘛，结果9点7分9点8分哎，跟你看9点4分就已经来到2225了，全部出场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各位，昨天的尾盘还买回什么？再次买回技嘉，我们技嘉不是380出掉的吗？你看昨天又买回哦，买回之后各位，对我们有信心的人恭喜你们，现在345到350又可以自行获利出场，9点05分全部出光了，我9点05分就传的哦。结果各位你看他几点来，你看2376，我9点05分传的哦，你看他几点来，你看这些9点10分左右，9点10几分来的，你看最高347块半全出了。各位，盘中四个半小时重不重要？现在这个要做当冲了，听得懂没？要做短线，要做隔日冲，你才能赚到大钱。你不要笨笨白痴白痴买股票摆在那边不会动，你死路一条。所以各位你看，各位，我今天又买回星星啦，190附近，这先不要讲，因为收盘还在这附近。那各位你看9点26分今天建议买回智元，哎，各位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我智元了吗？3月29号开始布局智元188到190吗？飙到400块以上全出了吗？出掉之后去做放空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是跟你讲放空吗？哎，放空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不是7月24号放空智元吗？哎，赚了90块呢，到今天全部回补赚了90块，放空都赚90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结果你看哦，买到哦，9月9点26 310赶快买进，赶快买进。各位，一个老师你在传讯息给会员的时候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我为什么敢就赶快买进赶快买进，我如果没有那种肯定，没有那种行动力，没有那种勇气，没有那种霸气，各位，我会讲赶快买进吗？人家吓都吓死了，哎，老师会不会再有一个跌停板？我是谁啊？股市一流的老师，光靠我陈立豪这种勇气霸气跟行动力，你就要跟着陈立豪了。所以各位买到之后，各位到今天还没出了，3035收331还没出了，赚了21块还没出了，还没出。我是谁？各位你相不相信四星 KY？ 我们昨天买今天赚65块，今天杀下来又买又买，你看各位，今天杀到最低2090，我杀下来我又买了，我又买了，我买在2100、2120，通通都有买，收盘收2140。陈立豪，而且各位你看哦，我7月12号买的东哥昨天出场了，昨天7月26号出东哥，哎，我印出来给你们看，哎，那一张哪里去？我的会员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印出来给你看，真的。各位，昨天7月26号，会员注意，7月12号我们建议的东哥买到580到585买进的会员，今天攻涨停649，请会员全部获利出场保留资金。昨天9点18分，各位你看今天，各位你相不相信明天它再有低点我再买回，我就是这个个性。各位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你会赚翻了。哎，我那个台中第七期从化区的那个客户今天又帮我介绍四个会员呢。为什么？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全国亲爱的观众，你今天可以不要看陈立豪的电视节目，但是听我讲一句观念好不好？你自己要真的帮自己，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
当你成为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，你每天正能量都来，钱都来追你。你如果每天做股票都在唉声叹气，哎呦呀，早知道，哎呦呀，早知道，哎呦呀，我怎么会没买？哎呦呀，我怎么没有出？哎呦，我怎么没有空？你干脆退出股市，你不要再挨了，好不好？你再挨下去，你这辈子你就挨完蛋了，不要挨了，真的。各位，我陈立尧在股市35年了，我看到了太多形形色色的人了，所以股市对我来讲是一门艺术，是一门投资学，更是一门心理学。你掌握不到三大法人的心态，你凭什么在股市赚钱？难道讲技术面、基本面就可以赚钱吗？错。而且各位，我在今天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的技术面、我的基本面比谁都还强。你光看我每天早上传的叫你看，真的。对，今天早上我5:20提醒会员，静候8:30前的分析，各位开始传了。你看，你看我在分析什么？我分析什么？各位，我在几点？我在几点？早上7:40就已经分析了这全部这么多东西了。各位开始带会员进出了，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昨天买的四星出了很漂亮啊，对，昨天买的技嘉也出得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就又买回星星，结果各位你看又买什么？又买回智元。哎，我是谁啊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，开玩笑，盘中4.5小时，手机重不重要？一级棒。 I don't care，我不会在乎你怎么看陈立豪，我说过我只要让我的会员发财就好。各位，会员发财才会一直跟着你啊，对不对？跟着你，跟着你就够了，续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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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够了嘛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到年底，我也想了一个很大的方法，很大的一个想法，我希望让我的会员真的赚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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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钱，来改变他的生活方式，或许真的又有机会再买车又买房。各位，这是我的愿望，最大的愿望。因为跟着陈立豪的人代表相信陈立豪，既然相信陈立豪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失望呢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全国的观众，你看到陈立豪这样在验证，我相信全国老师只有我一个吧，对不对？那至于说很多那个没办法看到陈立豪的，在看东森啊，在看非凡啊，那种啊，那算他们倒霉，他们没有看到陈立豪，没办法。各位，现在在股市做股票，技术面、基本面是赚不到钱的，你相信陈立豪？我在股市35年了，我会不知道吗？更何况技术面、基本面我比你更厉害，我只是不想在电视上讲，而且没意义啊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跟着利好一起打江山，让我们一起赚到超级大钱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这种行情啊，利好跟你说过，它是一个十年难得一见的千载难逢的大机会，来回做价差，要玩短线，要玩当冲，要做布局，我都很厉害，我从头到尾都验证。各位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投信的朋友，连法人的朋友都在看利好的节目，真的。各位，我也会越做越好，会越做越棒，来报答各位。各位，股市不是给你吹牛比赛的，是真正实力的展现。实力听得懂吗？实力啊，是真正要赚钱的，不是让你的钱在股市里面打水漂啊。如果你在别的投顾、别的老师那边赚不到钱，各位，你把你的人生最后一笔钱投资在陈立豪身上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啊，好不好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